喂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吼，前面那台车在干嘛啦？骑车还在接手机。哎，骑车不要讲电话啦，先停路边再讲。好啦。哎，你的方向灯好像不会亮哎。是吗？看我上你车。哎，小心，后面有车。小心，骑车时要监听手机，记得要靠路边停车。另外，骑车之前记得检查刹车、方向灯、车尾灯再上路。记住哦，骑车安全要注意，抵达目的地更顺利。交通部道安会及台南市政府关心您。